餐当然还要来杯饮料才可以咯。今天要带大家来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哦，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隐藏版哦。嘿嘿，抵达之前我们要先穿越一条，你看到这就是锅炉巷。哇塞，如果走进来这里，你想要大摇大摆的跳不是很方便，最好呢是像螃蟹一样的横着走，而且如果和别人擦肩而过的话一定要小心，千万要护住你的胸部，以免和别人不小心有一些害羞的触碰。真的是非常神秘的地方，平常根本就找不到，只有在地人才会知道的啦。重点是当你穿过这条巷子之后，你会发现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锅大时期的韩国。这里呢就是以前韩国的惠民署韩药房。回到药房要喝什么呢？哎，绝对不是药水哦，到底是什么？跟着我们继续看下去吧。眼神专注，仔细精算，专业师傅对待咖啡细心程度有如照顾孩子。无论是画圈的高度还是注水秒数，丝毫不含糊，才能成就这一杯杯冠军咖啡。每粒咖啡豆全出自这台古早烘焙机，配合着咖啡厅时代背景，别具复古情调。马赛克玻璃吊灯，奢华的贝壳装饰，还有一格格装着珍贵药材的小柜子，搭配带点斑驳的墙面，再在显示出建筑物悠久历史以及不凡的过去。其实这间咖啡厅过去曾经是惠民堂药房，老板取良药苦口的含义，结合咖啡微苦带甘的滋味，改装出浓浓文青风的咖啡厅。평소에맨날가던카페만가다가요새인스타그램보다가여기가유명해가지고네오게됐어요그냥여기와서는약간좀레트로한그런느낌이기도하고복고풍이라고하죠그래서분위기도좋고그래가지고색다른느낌을있었어요색다른느낌을느낄수있어서每个角落仿佛都能说出一段故事，这样跨时代的氛围还不够看，咖啡厅中的甜点也是一绝。圆圆蓬蓬的特殊造型，好似一颗小洋葱，一切开内馅满满鲜奶油，恰如其分的甜度是咖啡的最佳伴侣。그부분에대해서는요즘사회가너무좀답답해지기도하고좀혼란스럽기도하고그와중에숨어있을만한공간이필요하다고생각을했어요그리고우리나라정서가약간골목길문화도있었고그래서저희가우리나라스러운빈티지느낌을주는데이런골목길이더맞다고생각을했고요심리적으로도통할거라라고생각을해서이쪽에저희가위치하게됐습니다撇开城市的喧嚣，隐身在窄窄巷弄内，即使速度可能与人群擦身而过，但这别有洞天的巷弄古籍咖啡，替首尔民众递上一帖疗愈心灵的最佳解药。